巴丹兵顺利已经成功了。就这样。换我什么？你零七年。我跟刘金河、刘玉婷即将完成婚礼。好死。保佑我们顺顺利利，婚礼顺利。生个虾虾和草草，草草是女的，虾虾是男的哦。真的，我要说2007也不要。想打人哦！哇，跟去年不一样的那个，有没有打到？去年不一样的头发，大一点。讲话啊，不要发呆。你什么？快点跟我讲，2007年。2007年。要没有换人的话，也许就是你了吧。特写。没有换人哦，你一定会换人的、啊，你故意啊，故意在那个时候给我换人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急什么？要等很多事情稳定之后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借口，每个男生都喜欢讲这种话。没有这回事的、啊。然后赶快生个虾虾。每个男生都讲那么话，可见这个事情很重要。转手。啊，没水准。我跟上次一样，上次有头发，这次没有头发，笑死了。啊，要拍照，半背山，好，太小声啦。啊，你进去里面，我敲一次，不好笑。好，敲什么？好，走啦。那个是耶，佛教下义女，佛学影，感恩对。